首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设置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等5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5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集中展示了各链条各环节先进技术和产品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当中不乏一批世界500强和全球供应链体系龙头企业。国际化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看点，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商到会，占比达到了26%。我现在就在链博会的国际展区，南非、日本、加拿大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集中参展，希望通过链博会平台推动各国产业更畅通、更高效，实现共建共赢。我把法国的美酒销售到中国已经有10年了，中国的市场很大，我希望通过这次展会给更多的人介绍更多品种的法国酒，进一步拓展销路和市场。我们这次有10家企业线下参展，还有800多家企业线上参会，大家都希望可以通过展会找到更多的供应商。记者了解到，首届链博会厦门共有7家企业参展，建发、象宇、国贸、信达、厦航亮相供应链服务展区，安踏和贝特利分别亮相健康生活链展区和清洁能源链展区，充分展示我市供应链产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拓展境内外供应链资源，助力产业补链强链。希望通过这次链博会的机会呢，我们能够去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到厦门来开展国际供应链业务，打造内外双循环的节点城市。